昨天我们讲这个我执跟法执是两种执着，如果有这种执着了，或者自己感觉着有这种执着了，感觉就是觉照之意了。我们一般的在我执当中还不认为自己是执着，虽然在这个学教义当中我们了解了什么样是算是执着，我们现在啊连自己的执着还不认识，很关心自己的身体，这个就叫执着。一开口就是我想怎么着，想是意识当中的作用，在你衣食住行起居生活当中全在执着当中的，而不认识，问题就产生了，在不认识还不知道自己是执着。所以这样在烦恼当中不认识烦恼，听着学了教义，听着菩萨的教诲，知道了，知道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啊都在执着我执，所以这又不能卸脱了，不能卸脱了，乃至想卸脱想解脱这种苦恼，因为有我才有苦恼嘛，想把它解脱以什么方法呢？对，所以以下咱们就讲解脱这个我执的方法。我执解脱了才能说到法执，就是二种执着了。那以下就讲着解决这种的执着的方法，要对着它相对的嘛，对着之后了消灭它，消灭我执。云何对着呢？以五蕴法自性不生，载无有灭，本来涅槃。那么讲的时候，咱们讲的时候啊，开始学的时候说这个怎么样起执着，那是讲的是以全教而讲的起执着。现在讲着对着的方法呢，观想的方法呢，是用十教全十二种教义吧，用十教来说对着的。我们学习全教的人，知道苦想断苦，要目灭，要知苦断灭，以此来对着他修道。就是这个能知苦目灭的这个思想啊，是你进入佛门才知道，过去在苦中不知苦，反倒以苦为乐，而对于不苦不灭的说个灭嘛，是对着苦说的，实际上是也不苦也不灭，因为性体无有故，在性体上没有。佛所说的教义当中才说到生死是苦的，不生死的涅槃才是乐的。这样子我们才懂得了，懂得什么呢？色法跟心法。
一个心里想的，外头一些境界相，境界相，一切境界相都是色法，受想行识呢是心法，就是心法，心法跟色法，在这生死流转当中啊，是可怖的，可怖的，可以证得求得，不生死，不生死，是可以做得到的，是苦可以断的，乐是可以修的，修得了就证得了。而这两个是二变，二变，生死作为一变，生灭，涅槃不生死是作为一变，全是空的，实际上都没有的。现在眼睛有了毛病了，花了，看见空中有花，其实没有，空中没有，没有。你等你。因着佛的教导和自己的习惯修行，修行就是思维吧，观察吧，观察这个生死是对着不生死说的，不生死就是涅槃，涅槃是不生灭的，这些个全是生灭法，是没有的。有相法，有相都不是真实的，是空的，是空的。观想五蕴，从始至终，等你一照它，一照它，你不明，以明一照它，明了，明了观你的实相。观你的自己的真心观心，观你性体，一观嘛就知道这些没有，观心没有，这是在性体上所起的无明演变，演变，障住你那真空理了，观想的一切没有什么叫没有什么生死。没生死也没有涅槃，没有生死可求可灭，也没有涅槃可求。我们本具足的那个心相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我们的离体，或者在这个起因论上叫真如，真如的法性，它是不生灭的，生灭的都是幻化的景象。因为五蕴色受心法就是幻有的生灭，在有生灭的当中你去观观生灭不生了，生灭不生，观察生灭是空的，没有实体的，因为我们的这自己本具的那个妙明真心呢，没有生灭法的，也没有生灭相的，是本来就是涅槃的。五蕴的体没有的，五蕴不会自生的，是都是虚妄幻化而得的。说有生灭，实际上没有生灭，没有生当然就没有灭了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。道理是这样子讲了，但是我们怎么离开它？怎么样修？修的次第，怎样能把这个妄执啊，究竟离掉？一下就解释，复次，究竟离妄执者，当知言法、净法皆悉相。唯有自相可得，说离妄，离妄的意思就是显真，
在离妄的过程当中，知道一些言法是生灭法，净法是不生灭的，不生灭的，它是相对待的。相待之法看着是有，离开对待了，离开对待就没有了，离即是空，离了一些这相对的法不存在。因为一般的都执着眼净住房，要得到悟道了，成就道果了才空，迷的时候实在是有的。迷的时候也没有，没有你执着才有，不执着没有。眼和物，因为眼才说物，因为物对物才说迷了。那眼是什么相？一切虚妄相。物是什么相？物没有体性的。说眼说物，说迷说物，说眼说净，它没有个自相，没有个自相。对眼说净，对净比较说眼，对净说有眼法就有眼了。这是因对待而设的假有，要离开妄执呢，离开妄执就没有了。说要离究竟了，离了妄执者，说言法的净法是相对的，没有自相可说的，没有自相可说的，自相就立不住了。因这个缘故才说一切诸法从本以来，非色非心非智非识非有非无，毕竟不可说相。把五蕴法推广来说吧，五蕴就是一切法，在种种样样一切事物当中，你一一推求，再一推求呢，这些个虚妄的相没有，虚妄之法都是无明不觉生三系，警戒未远长六处啊，都是依着真如而起的，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含义就在这儿。对，世间无蕴的色受想行识，对着初世间的无蕴戒定慧解脱之见，那这个呢是虚幻的色受想行识，跟那诸佛菩萨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之见，那个无蕴叫妙无蕴，咱们这世间无蕴叫初无蕴。把戒定慧解脱之见的诸佛的五分法身对着这四件相的，四件一些色就是戒，我们受戒的时候要给你摆四结膜呀，四种结膜发动你那个戒体，那就是这初白的时候就是十方世界的诸佛妙善戒法，由你的心所起的业用，所以啊，你在那个受戒的时候，杰莫斯都跟你说呀，受戒时候你所感到的，二番揭摩十方世界的妙善戒法，
像雪一样的，像盖头一样的盖到你头顶。三番揭摩地说，十方四界妙三界法，从如顶门观想流入身心，充满你的正报。但是这个是无表色的了，没有什么色相可以表现出来的，就证得法身的大事跟诸佛才能见到，才能见到。那那个色蕴不是无蕴这个蕴了，那个的受就是定，定就是三昧了，就是正受了。说正在你受法乐的时候，受法乐的时候，你的想变成智慧了，慧就是想了。就是诸佛菩萨卷这个转识成智慧，以智慧的想，不是想运那个想了啊。在你这个过程当中、运动当中、行的当中，这叫解脱。解脱，佛菩萨的解脱不随境、不随业所牵流的，这就是解脱意。解脱意是戒定慧解脱。那么不随境呢，业不牵流呢，就是解脱意。识是解脱之见，之见不被境转，而又能无所不知，这叫解脱之见。诸佛大菩萨的五分法身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。由此而知啊，一切的眼净诸法出无蕴跟细无蕴，从本以来在诸佛菩萨是悟，在一切众生是迷。其实迷也好，悟也好，就是真如意法，这些都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散蕴是真如，真如非散蕴，非散受想行识这四蕴也是真如的本体所流露的。所以不是心，是真如，不是妄，是真。所以说非色非心，非字非识。非字非识吗？不是分别的识心，也不是分别的智心，就是非智非识。非散，非散，非散嘛，就不是有，不是有。那有那是种是表散啊，无相，无相就是无，非散非相非有，无散就非有，无相就非无。毕竟不可说相。像而一母众生的无蕴说，散受想行识，就那法尘，法尘，法尘是没有表散的。人家对到前五识过，说是有法尘，对外头境，在这也不是真实的，没有。那么无相没有表散，法身也没有，这些一切都是不可说，非有非无。但是在前面讲的大诸佛菩萨的度众生的大众方面，叫已有已无，这是浅出意思，讲究竟离，究竟离，离什么呢？离的虚妄的执着。这个解释啊，就告诉你，一妄一切的虚妄执着都没有的，就是妄执，妄执要消失了，一切法都不存在了。
单有言说独无实义，没有言说如何建立诸佛的度众生的事业。因此就知道一切的善巧方便的言说，引导众生处理邪邪知，一切的妄想执着。最初达到的目的，其直取者，就是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？离念真如，皆为离念归于真如。因为有念，有念就要起分别，因为念一切法就令心生灭，心的生灭是从你有念开始，有念不能入实字，实字得无念才能契入，这样的用功修行了这个生死本来是空的，没有，也没有什么个涅槃可证，证得那个涅槃也是你本具的。不学佛法的人当然不懂得这种道理，学法的人也不能够向无念进取啊，就是念念分别从不停歇，达到无念了，无住无念，心不住三生相位出法，这样才能达到离念。要想离开虚妄分别，最究竟的是无念。我怎么能达到无念呢？一下就解释了，分别发许道相，因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，一切菩萨发心修行的趋向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离念境界。念上无念，哪有言说呢？什么都没有了。一切诸法即言，但是众生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了，必须加言说，加言说。来对治众生一切的妄想，一切哪法二执，实际上趋向这个无念境界，趋向一些诸佛所证得之道。所以下头就解释，分别发取道相者，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，一切发心的菩萨修行趋向这个诸佛所证之道。这个发呢，趋呢，发是只是发心了，趋是要你行动表现了，要去做了。什么人能趋向呢？发趋向道相者是菩萨，一切菩萨，这要人说的。要法说的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不讲发心吗？发什么心？怎么样发心？发完心了去做，就是说趋向的道，做就是趋向。那什么是这个道相呢？什么经常讲发菩提心，菩提翻为觉，发觉，觉心。这个觉心有真发心的，还有假发心的。
有真行菩萨行的，而假行菩萨行的。说因的不真，果照于取啊。说发心就不真嘛，那想成道怎能办得到呢？在果上就于取，这就达不到了，就弯曲了。下面要讲了，执心是道场，必须得发执心。要想趋向，要想发心，能去证得一切诸佛所证的道理，趋向佛所证的道理，那先要心起吧，发念吧，所以一切得到了，发心就是菩萨，所以你受三规者就是菩萨，也入佛门都是菩萨，所以一切菩萨要发心，要修想，要像那种无念无相的境界需求达到。那么简略的解释，这种发心有三种，云何为三呢？一者信成就发心，二者解行发心，三者正发心，三个都叫发心。这三个发心，现在我们大家还没这个份儿，只有初步的一个心要心，心要心。发心求法的时候，入了佛门了，我们发一个善心。去乐，去乐，去乐行善。但这个心呢，是向觉悟而不是觉悟。这个发心发的是不真刻，它还进进退退，时间经过很长，才能不退了。信发心是什么样的？要人来说，什么样人呢？从实信外具足了实信了，实信满了，信位满了，这个信位满了要经过一万劫，这么长时间。一万劫是好长时间呢。一劫，先解释一劫。劫是印度话叫劫波，这么华严嘛叫十分，就经过正常的十分。那么人的寿命从十岁，过一百年争一岁，过一百年争一岁，争到人的寿命八万四千岁，从八万四千岁再过一百年减一岁，过一年减一岁，减到人的寿命十岁，这一增一减算一劫，得这一万个增减才把信心修好了。修信心就得这样。现在我们都修了好多年呢，不知道，没开了智慧。我们现在能发心到出家，不能说没得信心吧，只是心没满心，这个标准没有。如果你现在发大心，发大心行菩萨道，不但发心而去做，不但做而且不退，坚定不移的信不退，不论遇到什么挫折，什么危难，生命的危难呢，肉身的消失啊，乃至于再转一世，再转一世，再转一世，越转越增加不退。如果进进退退，今生道心很好的，当时临完了也没有为了正德，还要变化一个跑道，又来一个身体，这样就进进退退了。今生你不知道前生事了，
不能继续虔诚那个发心，虔诚那个精进去做了，这就退了。为什么呢？业不由己呀、啊，你所的业把你牵涉到了。为什么最后起心了让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？到那个地儿，你就再不经过这个变化了。因此他最后劝你念佛求生极乐。咱只是讲这个信呢、啊、成就一个信呢、啊、要经个一万劫啊。初发心是成正觉，初发心是的心跟成你正等正觉成佛那个心，这两个心，入世二心初心难呐、啊、这两个心呐、啊、难难在你最初发心呐、啊、要发了心了那就成就有份了，逐渐的就达到究竟心了。如果这个最初的没发起，那个永远没有的啊。因此才说是入心二十人初心难呐。对，信成就了是指什么说的？是指从中初心、二心、三心、四心到十地，十地满心了，登了初住了，叫信不退位，信心再不会退了。这时候发心，发心叫发心住，出入的菩萨叫发心住，总的说呢，发心的位置就是十住菩萨。十住菩萨发完心再去理解了，理解去做叫行发心，叫解性发心，解性发心，这个发心再进步，再到了回向，回事向理，回事向他，回因向果，三种，指三贤位的所谓的发心，一下就加解释了。说信成就发心的是哪一是哪一种人，要怎么样修行，修行什么法才能得信成就，才能堪能发心，何等人呢？依着不定聚的众生，不定聚说未登位的，未把信心圆满的，这不定在三句总是不定句的众生，说他性啊不定啊，就是我们一般平常的凡夫说的，时而正知正见有了，时而又信邪知邪见去了，说他不定，有时候精进呐、啊，勇猛精进一断完了他又退了，时进时退，时进时退。你说、啊、这一万劫，我刚才讲一个劫就那么长时间，就是咱们这个，如果你没有到不退的时候，今生很勇猛，那命尽了，来生又跑个跑道了，还不叫遇见佛遇不见佛，还闻到法闻不到法，还能见佛不见佛。像我们现在大家是在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没有见到佛，正法相法都过去了，说这都叫不定聚众生，说在你未登诸位之前是三聚中的不定聚，这是要那个平常的凡夫说，时而正念现前，时而邪见又生了，说邪正不定，邪正不定，精进了就前进了，懈怠了就后退了，
十二龙门金箭，十二的放一懈怠，这就是十信位的菩萨的表现。因此啊，才说一万劫。有熏习善根力，信业的果报，能起十善，能厌离生死苦，能想啊希望求无上菩提，得知诸佛亲近亲诚供养，修行信心。这个呢，一些呢过去的许习，过去多生的修行的善根，有了力量了，因为这个力量就作为你的内熏。这个内熏呢，就是真如的本体的内熏的力量。外边呢，要假佛法生的三宝的外缘，外缘的熏习。经过你自己的努力吧，夹着内熏外熏的力量，让你过去的善根呢、现在的善根力量，能够对三宝 起信心，能够相信自己有佛性，一定能成佛，这有信心。前面说信善恶的果报，苦乐的果报是丝毫不爽的，非常惧怕因果，不敢错因果。身体绝不做杀盗淫的业，口里不说妄言其余两舌的业，意里不起贪嗔痴的念，这仅仅是世间的善因得的善果。能熏习自己过去的生死轮转的苦，能够要求不生不灭的涅槃的乐，能够做出世的一些善因，造成出世的善果，乃至于发心发力于众生的心，绝不为自了，发心一定要成佛去无上菩提，这是善的最究竟处了。要是有这样的信满了，一定能成佛。有这些善因了，再加善缘，善因感的才有善缘呢。善缘就是外加诸佛菩萨加持力量，三宝力量，才能得遇诸佛呀。等于祝福佛给你说法，观机说法，闻法就谢他了，也能够亲近祝福，亲近祝大菩萨，还能布施供养。供养分两种，一种是你的身体，以身作供养，这叫内施；一种外边是财宝、财富，供养佛法生三宝。咱一般的就施舍点财物而已了，像我们要延身备子，是初步的内施，那就舍身体，舍自己的一切都能舍，就是达到信心成就了，信心圆满了，经一万劫信心成就过，诸佛菩萨教令发心，回以大悲能自发心，回因正法欲灭护法因缘能自发心。行一万劫是时间，信心成就了，信字信佛信法信僧，这样的呀，来修行，来成就信心。
但是众生的根基呀、不同的了，有立根，有顿根。立根的修行，他精进勇猛，不会退的。他也许不经过一万劫，他信心就成就了。但是根基虽然钝，要精进呢，那就转钝根成立根了。要是根基又钝又不精进，或者是立根的不精进，那必须得经过一万劫。说立根精进的就不限劫数了，一念就超无量劫嘛，一念就成佛无量劫。这个时间呢，在这个佛的教导当中，时无定体，时间不限制的，依法上立，反正就是你心呢、你心的观念，心的观念关系，心能把无量劫缩成一念。一念也可以发展到一无量劫。那么慈老法师引证那个一个公案，叫高峰庙禅师。高峰庙禅师故事很多了，他是精进修道的，昼夜不眠的。那昼夜不眠必然要昏沉，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嘛。那怎么办？对着他呢，他到那个绝崖，很危险的，看见底下是万丈深崖，站到这个地方要一昏沉，那掉下去就死了。他因为要降服他的睡魔，他坐这个悬崖上的来修行。人的体力啊，你的身体，就是意念，你的心转不到体力，心跟景不合的时候，你控制不了的。咱能让咱不生病吗？让咱不睡眠吗？让咱不肚子咕噜咕噜叫，让他不饿吗？这是咱们办不到的呀。人家他还有肉体呀、高峰庙禅师，所以他这样一下就堕了，堕到悬崖去了。他要必死无疑了，那他感觉到有人又把他给接上来了，他知道有人护法了，他就打他问呢，何人护法？答复他护法未脱。他心里很高兴，他说我的修行感应啊，感应啊，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吧，像我这样的。未脱菩萨就赐在他。说像你这样修行多入牛毛，你这贡高哪慢的心里产生了，我五百劫再不护你的法。那高峰庙禅师就很自己责备自己了，责备自己，责备完了之后，哎，他说以前我到这儿来的时候也没希望你护法，护也好不护也好，我照样的修行，他又照样的用功，那还是支持不了，弄弄的又昏了又下去了。那韦陀菩萨又把他扶上了，他又问何人护法？那护法韦陀答：护法韦陀。哎，他说你不是说五百劫都不护我的法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他说你一面精进超过五百劫。另外我知道他一个功难，那修行时候他有挂难，那小鬼来抓他来了，到时候鬼来抓他来了，他寿命尽了，抓不着他，到五台山，他住的五台山，到五台山找不着他，那个小鬼就找到当方土地，说高峰庙住在这里吧，说是啊，说现在他怎么不在呢，说他在啊，他入定了，用功用的入定了。
小鬼问有什么办法把他逮到没呢？土地公公跟他一天逮回头熟悉了，说他还有一面贪耐，贪耐他有个钵，钵什么？钵斗罗，就是应量器，咱们吃饭的饭碗吧。但他这个饭碗是皇上给的，非常名贵，他舍不得，心里头有挂耐，这个钵把他挂耐。那土地就告诉这个小鬼，你靠他那个钵，一靠就看见他。小鬼又一靠他那个钵，他一看他在那坐着呢，小鬼拿铁链子把他锁上。那高鹏面就知道了，他说：“您真把我逮到的？”哎呀，他说：“你假修行，你要有贪耐、啊。”贪耐什么？说你贪耐这个钵。哎，他叹口气，他说：“现在你也把我锁上了，我也跑不了了。你把钵再给我看一看。”那小鬼一把他锁上了，还跑得了？把钵也给他看，他把钵接到手，啪往地下一摔，就在一摔当中，他又入了定了。小鬼看不见他了，就拽铁链子，一拽铁链子是空的，没有了。高命峰就说个偈子：“要拿老生高峰庙，除非铁锁锁虚空，要还所得虚空去，再拿老生高峰庙。”懂得了吗？大家懂得了吗？当你功夫到了一入定，能把肉体空了，正定正受一入三昧，一切法皆空。不是，他已经悟得空性了，正得空性了，才有这个本事。但是他这个本事是从苦练来的呀。这两个故事联合起来，因此说，如果信心成就了，成就信心了来发心的，这就入正定句。正定句，正定句跟不定句说的，这时候才必定不退，入了如来总性，住如来总性，正因相应啊。正因是什么？说发心的真如的因跟真如的理合合了，唯一真如故。出入的菩萨，他相似见到真如的理，与真如理相应了，已经登了出住位了，所以他入相似的智慧，相似的真理，跟真如的理体合了。所以毕竟不退了，这才登了出住的，才算入了如来的总性，入如来总性，这叫正因相应。